宝贝们，好久都没有看到随心配了，是不是有点怀念呢？刚好树心和芊芊两位小仙女在店里，一起来帮我拿货啦！超大号的篮子准备起来。这二位配随心配可是轻车熟路啊！仔细研究了顾客备注的许愿，好久才开始配，因为这位宝子许愿的东西有点多呀。咱们是边看单子上面的备注边拿货，那一个叫认真负责呀！店里的各个区域他们都已经很熟悉了，还到货很多新品，咱们都挑好看的呀。阿卓七月新品贴纸包，小麻薯的、提拉多的、调调的、阿玛丽丽丝的，还有阿卓的布卡贴、手账工具贴纸胶带，还有各种整卷整形全扔进去，满满的一大筐，超满足啊！接下来我就要去打包发货啦，希望仙女收到后会很喜欢哦。来啦，姐妹们，好久都没有拍开箱视频了，今天正好到了20多箱的小麻薯，那让我们来愉快的拆箱吧。首先，我心心念念的小麻薯荧光笔终于到了，下一个是补货的奶茶嘉年华，是不是都在等小麻薯的新品呢？哈哈，还要过几天到哦。补货的成员雄鱼也到了，还有日付，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来店里的粉丝小仙女们也帮忙开箱了，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小麻薯，都好兴奋啊！剩下的还有很多补货的手账本、礼盒、便签、贴纸、计划本，哎，又要往楼上搬了，有没有要来帮忙的？救命啊！小仙女从海南来店里玩啦，看到我们正在配随心配，用妈妈的手机马上在我们的网店下单，准备现场自己给自己配啦，就是很喜欢打包的感觉，在店里体验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她比较喜欢绿色，开始在店里寻找各种绿色的手账用品，选了小麻薯的豆豆本、胶带，还有顾卡贴纸、哈恰狗的中性笔、小麻薯新品绿色挂件，还选了一盒绿色的史莱姆迷你小快递，全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也太开心了吧！之前都是在网上买随心配，这次来实体店自己现场挑，感觉很不一样啊！最后会多退少补哦，谢谢小仙女大老远的来合肥来支持啊，爱你哟，么。